本猪，他仍然是在主日的清晨复活。第二节他讲到，他乃是在夜晚的时候来向我们显现。到第三节了，这个圣徒呢，虽然他有他的情形呢，他软弱了，但是呢，他乃是在以马所思在向我们说话。对，我们真是太宝贝这样的诗歌了。我们现在一起呢，东西区的圣徒，我们来唱第一节。那第二节呢，就换这个南北区的圣徒。第三节，我们再一同的来唱。也请东西区。放下手边的这个单张，我们现在只唱副歌就好。